阿门，感谢主。我们来到马太结晶读经第21篇，在服事上忠信，弟兄姊妹，这篇纲目总共有9个大点，都是出于恢复版圣经的注解。那今天弟兄们，做成了纲目，给我们看见一幅清楚的图画。在我们的服饰中，我们该如何的应用？今天特别强调是在服饰上忠信。在此之前，在马太21章讲到按时分粮，那是一种的忠信，就是用神的话，基督的话，牧养人。到了24章和25章，都说到主的再来。若是照着25章14节到30节，就说到我们如何应用我们的恩赐，当主回来的时候，主的再来的时候，他要和我们算账。所以，今天给我们看见，主给有些人是五他连得，有的二他连得，有的一他连得。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位信徒至少都有一他连得。圣经中不是说，没有说到哪个人少于一他连得。赞美主。在马太25章14节，主将自己比喻为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是到诸天之上去，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奴仆们。就是主钉死复活升天，升到了诸天之上。当主升天之前，将他的家业交给他的奴仆们。这些交业包括什么呢？就说包括召会，包括信徒。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包括所有的信徒。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家业交给奴仆们。这些奴仆们接受了这些家业，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服侍。在此之前，25章第3节说到童女，特别的强调生命的一面。那这里是强调服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要经历。有的人只是追求生命，但是不服侍；但有的人只是追求服侍，不喜爱生命，喜爱外面的服侍，喜爱外面的和人接触，但是不喜欢生命，不喜欢在里面被撑满，不喜欢买油。若是这样，我们就成为了一个不平衡的人，我们也无法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作为奴仆，是被主所买来的，用重价买来的，在比前7章，我们是作为奴仆被主用宝血重价买来的。保罗说，他自己也是奴仆，他不仅是使徒，他还是奴仆，他是做奴仆的保罗。他是奴仆，就是强调服侍。服侍主，那主是看不见的，这个主是在所有的信徒里面，所以我们作为奴仆要服侍主，意思就是我们要服侍弟兄姊妹们，服侍信徒们，所以愿主怜悯我们，好叫我们成为忠信的奴仆们。奴仆是重在忠信，这里家业包括基督，包括教会，
也包括福音，还包括真理。所以，这个奴仆得着这些家业做什么呢？去做买卖。在第三大点，这做买卖就是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就是意思就是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恩赐，做属灵的买卖，叫真理，叫福音，叫召会，叫信徒们得以扩增。所以弟兄姊妹，在我召会的开展中，我们要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每个人至少有一塔连得。我至少有一塔连得。我可以这样讲，听的每一位信徒至少都有一塔连得，有的人可能是，可能五塔连得，这个很少，但是我们要做买卖，有的人有两塔连得，有的有五塔连得，他们去做买卖，他们又得了两塔连得，又得了五塔连得，这是照着他们的度量。但是那有一塔连得呢，就埋在了地里。所以，我们看见，若是我们有一塔连得，我们都去运用我们的恩赐，那我们的召会就得以扩增，就得以扩展出去，不仅有包括全世界的服侍者，而说谁来传福音啊？就全世界服侍者，不要这样讲。圣经里说，我们至少有一塔连得，而说谁传福音呢？我们要说是我，谁要出去教导真理呢？将神的话去牧养、去教导、去辩护呢？有的人说，这个长老们、负责弟兄，哦，主耶稣在照着提前。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神要我们扩增，我们不仅要进入，我们还要被成全。在灵后第二章那里说，健康话语的教训，是要教导那些忠信的人。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真理的话上，我们无论是恢复本的圣经，包括这个注解，还有其他的属灵的书报，还有许多生命读经，这些话语的执事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功用，这是要成为生机的构成，然后我们要忠信的运用。我们自己不仅要得成全，我们要导言备讲，我们不仅要出去传扬福音，我们要教导真理，我们要在主日申言，也成全弟兄姊妹们，这就使得福音得以扩增，得以扩展，福音能得着更多的罪人们，来成全别人。使他们也得造就，召会就更得建造。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今天的信息，我们为自己而听，不是为别人而听，也不是为了运用到别人身上。有的人喜欢拿这些话去对付别人，就像我们的手有一有有四有一。那一个四是受造，一个是我，我们要指向我，我要将这些话都指向我。这一塔连得有什么意思呢？一塔连得差不多有，一塔连得是1600罗马银币，是很高的代价，弟兄姊妹，是很高的一个代价。是6000罗马银币。我们每一天工作6天，一年
要工作多少天呢？那差不多，一是三百银币，那就包括这一塔连得就是20年的工价，我们每一位都有。自从我们得救开始，我们要用20年的时间传扬福音，进入真理，追求真理，开展教会，扩增信徒们，有更多的进攻用，有更多的配搭，被成全。若是这样，我们20年，不是说20年过去，我的人数还是依旧。20个要变成40个，要变成60个。若是我如果还是依旧，那我们就失去了什么盼望了？我们20年，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要教导真理。阿门。所以10年的计划也是一样，我们要运用我们一塔连得的功用。这10年的计划，要在外府扩展成100处教会。那曼谷50处分区，总共5000位长存的国子，那就说明我们要更多的传扬福音。若照着圣经这个撒种的时候，有4种的土，但是只有一种是成为长存的国子，所以意思是呢，我们至少要达到2万人传扬，得到2万人才能得有5000长存的国子。所以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恩赐，我们每天这个很高的工价，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摆上自己，摆上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如果我们不是传扬这个全世界服侍者，那我们可以是拜时间，我们可没有要用20年，我们要40年传扬福音，用我们的恩赐。摆上，竭力的摆上。若是这样，感谢主，这就是运用我们的功用，运用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功用。这不是天生的。若是照着我天生的性格，我直说，我喜欢一个人，我喜欢一个人。我不喜欢和别人在一起，我也不喜欢读圣经，我不喜欢读书。照着我的天然的性格，我喜欢出去运动，我喜欢运动。所以感谢主，到2002年的时候，我奉献自己，从第四期的全时间训练开始。我从2002年开始到今年，刚好2022年是20年。当然，我没有说我完全应了我的功用，但我正在运用，正在使用。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生活，神，主耶稣要把我们用重价买来，为着主的再来，我们要忠信，我们要召会信徒。真理和福音，我们要得背这样的担子，好叫基督的身体的有更多的进功用。感谢主，所以那灵在生命上的充满，在马太25章，那就是使我们。要运用我们属灵的恩赐来服侍人。那在全世界服侍的这些他们的时间表中，他们早上要坐下来，要追求神的话，进入真理3、4个小时，好叫他们成为童女，操练灵，被圣灵充满，被话充满，被膏油突充满。借着导言背讲，然后出去生养教诫，出去开展，出去传扬福音，出去牧养人，
去家具会，去小排，预备进入信息，然后去分享。他们不仅是读，而且还要去分享。到主日的时候，他们要申言，要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宣扬出来。有丰富的、富余的丰富。他们是不仅是全世界服侍者，让我们每一位都做主的奴仆。那这里的意思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时间表，这全世界的服侍这个时间表。那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有自己的时间表，因为有的人照着这个天然的性格，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在大学里有很多的活动，大学都喜欢活动。有的人受训练之后，他们也喜欢活动，他们喜欢属天然的活动，或者是一些服饰的一些活动。他们喜欢服饰这个，喜欢服饰，但是他们坐下来读经，他们不要。所以这样的运用恩赐就会有问题。我们要用里面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原则。我们要让神的话先做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素质。在《使徒行传》里讲到他们坚定持续的祷告，他们被圣灵所充满。结果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起来传扬福音。所以在我们传扬福音之前，我们要先在灵里被充满，我们要服侍神。照着我们的时间，照着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我被圣灵充满，被油所充满，然后出去服侍，这两方面要平衡，不是说我们倾向于某一侧。若不是这样，我们可能会误入歧途。我们只要服侍，不要生命，那我们就成为外面的服侍，而不是里面的服饰，所以这两方面要非常的平衡。所以，弟兄姊妹，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呢？要服侍我们，使我们成为正常的、活的、进功用的肢体。所以，我们要被牧养，照着神的恩赐得牧养，好叫我们能正确的进功用。被牧养、充满、运用、服侍，这就是我们所得着的。简单的说，个人的才干，这里说表征我们天然的才能，由神的创造和我们的学习所构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自从约翰福音开始，在三章，主接触尼格底母，然后是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然后接触那些在犹太教里的人，以及一些甚至死人，所以传扬福音，不仅要得着这些大学生，还要学习传扬。和那一般的人传扬福音，和我们要学习传扬，给各种各样的人传扬福音。我们越传扬福音，我们就越得训练，就得着更多的属灵的恩赐。这不仅是外面的学习，我们还要有里面的，要像主耶稣与尼格底母接触。实际上，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重生。那撒玛利亚妇人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生命的水，解渴的水，活水。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习要接触人，还要学习将生命供应人。这就是我们的才干，照着我们的所得着的，我们要去供应。那若是这样，
我们渐渐的扩增，甚至可能得到五他连得的恩赐。我们要去用。第三大点说做买卖，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胆怯，在提后1章6节，要用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使用、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所得着的，我们从主所得着的恩赐，要竭力尽力的用运用，有益他连得，就去得着另一个，得有两个就去再得着第二个。若不是这样，一个主回来的时候，主啊，这一个还在这里，我去房挖藏在了地里。所以，我们不使用、不运用我们的恩赐，在这里。那等一下，刘勇弟兄还要讲，就说到有益他连德的人是最多的，是。很容易将自己的恩赐这个埋藏起来，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啊！我只有一他连得，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他连得，我们至少一他连得，阿门。所以盼望我们不要害怕，不要胆怯。若是有一他连得去挖在。哇，藏在了地里，那地就是世界，就是在世界里。神所赐我们的恩赐，我们埋起来是不愿意使用，然后我们还有借口。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那个奴仆他有借口。我们越有借口，那就说明我们就正在把我们的恩赐隐藏起来。埋藏起来。若是我们去看注解，那里说，我们那些属世的言辞，也是一种的埋藏，我恩赐。所以我们在教会中生活，我们要弃绝那些属世无意义的言语，在提后第四章，当保罗弟兄要殉道的时候，那里说什么呢？保罗说，第5节、第6节，你却要凡事谨慎自守，忍受苦难，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尽你的职事。阿门。你的职事就是传福音者的工作，就是传福音。所以，接下来说到保罗，他要被交电，他离世的时候到了。在那之前，第3节说，时候要到，那时人必容不下健康的教训，健康的教训。今天下午就是健康话语的训练，这个健康的教训，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情欲给自己堆积起教室来，并且转而离弃真理，偏向虚构无稽之事。这虚构无稽之事就是属世的事，所以那些虚构无稽之事与神的经纶无分无关。愿主得着我们。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训。这个那个时候正是教会堕落的阶段，保罗弟兄在监狱里，但保罗还在讲你要做传福音者的工作，尽你的职事。最后，我有一首诗歌要分享给弟兄姊妹。354首。这里有
四节，那我唱三节。第一节和第四节，我岂可在冷淡退后，使神圣灵终日担忧？恩主也在等候，我今愿意回头，不再留恋，不再逗留，就此跟主而走。恩主一向施恩深厚，待我远胜知己爱友，竟以我做配偶。他的生命我当以头，他的苦难我该接受，将他生命流露。盼望我们所用的恩赐，都是将他生命的流露，都是将教会信徒真理和福音得以扩增。当主回来的时候，主就称我们是忠信精明的奴仆。感谢主，愿主得着我们每一位，好叫我们有份于主的回来，好叫我们的义他连德充分的使用出来。感谢主，阿门。阿门。感谢主，非常享受前面琵琶弟兄的分享。那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有摸着。那第一方面就是弟兄的见证，阿们，他在这些年间在真理上的追求，在教会中的服侍，阿们，他见证哇，他那一他连德没有埋起来。赚得了利润 ，Amen。那摸着第二个点就是我们人人都至少有一德兰瓦。那琵琶弟兄都为我们算好了，是吧？这个一德兰瓦至少有20年的工价 ，Amen。我们再少，我们也有20年的工价，哇，不得了的。我们需要把这个20年的工价能够来赚取利润，能够来把它投身到这个泰国10年的行动当中。阿们，我再重复一遍啊，我们需要把我们20年的这个工价投入到要来这个10年的行动里面。阿们。感谢主。好，我们来到这一篇。上一篇说到在生命上警醒，这一篇说到在服事上忠信。Amen。这个给我们看到圣经它是这个凡事是两面的，它是平衡的。Amen。那我们信徒，我们也有双重的身份。是吧？我们一面是童女，我们同时也是奴仆。Amen。那不仅如此，主耶稣他也有双重的身份啊。对我们是童女来说，他是我们的新郎；对我们是奴仆而言，他是我们的主人。Amen。感谢主。所以在出埃及记21章5节那里说到，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 Amen。 所以我不愿意自由离去。所以这里就盼望我们， Amen。 我们不仅爱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爱他也因着他是我们的主人。Amen。 我们爱我们的主人，爱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不愿意离去，不愿意得着自己的自由。哈利路亚。Amen。 所以
我们需要看到，因着这两面的身份，我们是童女，所以在生命上，我们需要在里面，在我们的魂里被纳灵来充满，为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那同时呢，我们做奴仆需要在外面对主的服事上能够忠信，能够活跃。阿们。我这一次非常摸着的就是这个活跃，里面生命需要借着心思的更新，哇，一天心思一天。但是外面啊，不止这个服事上是忠信，忠信就是啊，你安排我多少是吧，我就做多少，好像是可以那样理解，那个好像还比较被动。但是这里说到不仅要忠信，还要活跃，就是在我们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不仅是能够照着主人所要求的，更是活跃的，主动的，积极的来有份于这样的服事。哇，我们想一想这个活跃， Amen。 我求主保险遮盖我在召会里面这个服事当中是吧， Amen。 也许有一点的忠心啊，甚至忠心还不够，但是就着这个活跃而言啊，真是感觉差得太远了， Amen。 所以也是需要一再的向主悔改， Amen。 好，那就着这两面，生命的一面和服事的一面，我们需要像这个何西阿书七章八节所说的道，就是这个双重的身份我们都要顾到，我们要顾到生命，我们也要顾到服事。 Amen。 我们不能够像那个以法莲一样，那里说到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 Amen。 没有翻过的饼意思就是一面在那里一直的烤，直到烤糊了是吧，而另一面却还是生的，根本就无法下咽。 Amen。 感谢主，就着生命和服事啊，这个两面，虽然大本诗歌啊655首我们也唱到很熟啊，生命流露才是工作，没有生命就不会有工作， Amen。 但是我们也需要看见，今天需要领悟，弟兄鼓励我们需要领悟，生命至终是为着工作， Amen。 原来我不是很领悟，但是这一次啊，借着信息，借着这个圣经的开启，借着在主面前的寻求， Amen。 甚至借着啊，前两天这个启宗弟兄跟我们全泰的全时间者的交通，我有了更多的领悟。因为为什么说生命至终是为着工作，因为生命它是寻求结果子的，阿们，是吧。生命不仅是流入，生命寻求要涌流出去的，若是只有入没有出，那就成了死海。 Amen。 生命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要结果子的，这是启示在约翰福音15:5，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是吧，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阿们。若真正是出于生命的，一定会有扩增，一定会要结果子。并且弟兄说到关于结果子，照着圣经有三个点，对吧，第一个要结得多， Amen。 那个因为我们是葡萄啊，葡萄树的枝子要结葡萄啊， Amen， 是吧。如果是结苹果就结一个，那葡萄至少要结一串，所以果子要多。第二个，
果子要茂盛。 Amen， 不是接的那个啊，像那个要枯干了半死不活的，哎，要非常的有生机。阿们，有活力，哈利路亚。那第三，这个果子要长存。 Amen， 感谢主。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Amen， 我们一面要做童女在生命上警醒，另一面我们要做奴仆在服事上忠信，使我们能够结果子，是吧？果子要多，要茂盛，要长存，至终能够来成为神团体的彰显。唯有那个葡萄能够彰显这个葡萄树的丰富。阿们。好，感谢主。若是我们不结果子，情况会怎样？那结果就是到了那第六节，是吧？就是说不结果子的就要把它剪除，收集起来，扔到火里烧掉。阿们。所以那里给我看到的这一幅图画也跟这一篇马太福音里面所启示的图画是一样的。因为在24章给我们看到，是吧，这个照着主的心意的就会得赏赐，是吧？这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家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的就是要得奖赏，撇下的就是要受惩罚。来到这边也是10个童女，5个精明的就要得赏赐进去，是吧？这个与主一同赴婚宴。这个奴仆呢也是忠信的精明的，就要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同样那5个愚拙的童女结果是什么？主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门把他们关在门外。而对这个又懒又恶的恶仆，就要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啊，他就只能够在那里哀哭切齿。 Amen， 是吧？感谢主，我们不要在外面哀哭切齿，我们不要被剪除啊，丢到火里面。我们要在生命上警醒，在服事上忠信。阿们，能够得主的喜悦，感谢主。所以这一篇就专特的讲在服事上忠信，为什么要忠信？然后下一篇信息就会继续的说到怎样在生命上警醒，如何在服事上忠信。不仅有这个信息，也有那个实行的路。阿们，感谢主。好，我们继续啊，来说到这个生命。 Amen， 它目的是为着这个工作。 Amen， 哇，它是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它是一个分次的生命，是吧？它是一个要分粮的生命。那做忠信的奴仆，第一个就是能够按时分粮，哈利路亚。所以弟兄直接的说道，哇，若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召会中没有这样的生命，没有分次的生命，没有分粮的生命， Amen， 结果就不会有福音，结果就不会有话语的执事，结果也就没有基督身体的建造。阿们，感谢主。所以非常的重要，并且这个信息会要来告诉我们，我们今世是否忠信，决定我们在要来的千年国度里面是能够得赏赐呢，还是要受责罚。阿们，感谢主。所以为了帮助我们
我们都愿意成为得赏赐的，不愿意成为这个受惩罚的。 Amen。 所以需要啊，来借着这样信息帮助开启我们的眼，求我们有可听的耳在这里听， Amen。 有可见的眼在这里看，能够看见主所盼望我们能够听见能够看见的一切。阿们。那第一大点是吧，这里总共有这个七个大点，它背后主要就是以这个马太25章14节到30节那里的那个啊中性的那个比喻这个背景。阿们。那首先主啊，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家主，他要出去，他把他的家业啊交给奴仆。那这里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家业。 Amen。 是吧，其实细细的说，家业主要包含有四个方面。家业包含第一是福音，第二是真理，第三是信徒，第四是教会。阿们。感谢主。然后到了这个15节是吧，主就照着个人的这个才干把这个银子给他们，五他连得，两他连得，至少有一他连得。而这个15节的银子就是14节的家业。 Amen。 主乃是把他的家业当做银子，当做这个恩赐赐给我们，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这个银子当中包括福音、造这个真理啊、信徒，还有教会。 Amen。 那第三面我们需要认识的点就是什么，这个银子是怎么来的。这个银子不是天生就俱来的，这个银子是在于什么，完全跟我们的负担有关，是吧。 Amen。 感谢主。这里说到把主的银子埋藏起来，给我们看到任何不运用主恩赐的借口都是把这个恩赐啊埋藏起来。 Amen。 那弟兄也帮助我们这个即归纳了八个点，就是说有八个点会使我们埋藏我们的恩赐。 Amen。 那哪八个点呢？第一就是对着这个恩赐啊漠不关心或不在意。阿们，是吧。第二方面就是不看重或藐视恩赐，那就更严重了，不仅不看重还藐视还轻看。第三就是将自己的恩赐跟其他人的来做比较，是吧。为什么他有两他连得，我只有一他连得。哇，这样的比较有时候就让我们这个做出错误的决定，甚至那就还不如把它埋起来。 Amen。 那第四就是忽略这个恩赐，这样的忽略就是我们忘记好像哎，我们还有一他连得，然后我们那个恩赐的那个火就慢慢慢慢直到有一天完全的熄灭。 Amen。 第五方面就是被动，在使用恩赐上非常的被动，那这样的被动就最终会杀死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火热啊，这个恩赐。 Amen。 那第六就是害怕，弟兄特别做了见证啊，可能因着我们的语言，因着我们的文化和背景，我们害怕在人面前是吧来进功用，来传福音，
来牧养，来做见证。阿们。那这个陈实弟兄在信息里面做了见证，但是前面的张香泽弟兄鼓励他，是吧？你做见证，你不敢大声，你要大声讲说，你要放胆讲说，阿们。破除这个害怕的秘诀，就是要忘掉我们的面子，使我们能够来啊，不埋藏我们的恩赐。哈利路亚。那第七方面就是显懒。Amen。我们这个外面一显啊，这个就会懒惰。Amen。那这个显懒就会招来仇敌的攻击。Amen。所以利用在信息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两方面，一个里面若是空了，或者外面若是闲了，懒下来了，都容易遭受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里面需要被灵不断的充满，被真理的话不断的充满，外面需要不是闲懒，而是殷勤，不可懒惰。阿们。感谢主。那第八个点，最后一个点就是世俗，意思就是属世啊，把那个是吧，意大利的埋在土里，就是埋在世界。弟兄说，甚至我们一些这个属世的交谈，一些闲谈，都会怎样啊？将我们这个影响到我们的恩赐。Amen。我们的闲谈就是在那里把我们的恩赐埋起来。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需要拒绝一些的无意的闲谈，是吧？我们要一同来祷言背讲，走被真理构成的路啊！前面琵琶弟兄已经专特的讲到这一个点。 Amen。 那我在这最后再加上一个点，那我们怎么办呢？Amen。 弟兄姊妹，无论是你我， Amen。 我们有没有现在赚利润？我们那一他连得的那个银子，那个20年的年薪都在那里，都在那里，我们去把它挖出来。 Amen。 哇，我们来赚取利润，为着主。哈利路亚。Amen。 因为接下来第五大点就是说，主有一天他要回来，他要跟我们算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交账。我们不要像那个又懒又恶的那个恶仆啊，他在那里啊，他19节说，过了许久，那些奴仆的主人竟然来和他们算账。他根本他都想不到，他以为主不会来呀，他就把他埋在地里啊，他觉得埋了 OK 了，平安无事了，哪知他的主人竟然来跟他像算账。我非常这个摸着竟然，就是他根本他不仅没想到主会来，他主来了，他觉得这个是不可理喻的，不可接受的，竟然来了。那我去找这个泰文，阿们，泰文里面是用真干嘛，可能我是在泰文的构成上觉得不够，我就觉得那个语气啊不是那么的强烈。 Amen。 哇，我们需要做好，我们的心需要做好一个准备啊，我们不是这个像那个恶仆啊，我们的主必来的迟啊，当有一天来了，这里他说他竟然来跟我算账，这是岂有此理。阿们。我们要向我们前面的弟兄，我们前面的那些属灵的师母啊，做我们美好的榜样。我们是渴慕，我们是盼望，我们是催促他的再来。 Amen。 感谢主。那第二个我们需要知道，若是我们忠信，
主回来的时候就会称赞你，两他连得也好，五他连得也好，得的赏赐是一样的。 Amen。 主来的时候说好，良善又忠心的奴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主回来的时候，是吧，对我们说好，良善又忠心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不多，不多一方面是表示啊，就是这个今世的工作，是吧，将来我要将许多的事交给你，那个是表示在来世国度一千年里面，是吧，那我们会有管理许多的城啊，甚至是地上的列国。但是我另一方面摸着的这个不多的事真的不多，不是我们担当不了的，是吧，我们说需要在小事上开始学习服侍来忠信。哪些事啊？第一个，这个召会每一周要交那个班期，我现在说太，我中文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讲，就是要交那个人数啊，聚会的人数啊，是吧，这一周交了20个，下一周变了15个，再下周变了10个，我们在这个世上就不忠信。Amen。 这个人数应该是越来越多，是吧，至少是应该不能让它少，甚至一直的少，我们要赚取利润，是吧，在这个送诚心圣言，这是属灵的食物，在这个特会我们去送这个纲目，我们不能够这个等聚会完了还没有把本子把纲目把粮食送到圣徒的手中，那是不忠心，这也是小事，是吧，还有饼杯，我们就算不能自己骑着车啊，因为我在这个十七区那个地方很小，我是骑着摩托车，人也不多，所以一家一家的送。现在召会里面书房都为我们做好了，你只要把圣徒的名字地址电话写给他，我们都可以一家一家的寄到他家里。 Amen。 使他能够有份于吃饼喝杯接受祝福，哈利路亚，那样我们就是忠信的，也是在这个不多的事上，是吧，还有我们要有份于要来10年的计划。 Amen。 我们今年要达到2700位，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人一年就结一个果子啊，我们不要求，没有要求说要结一串葡萄，我们就结一个长存的果子。阿们，感谢主啊！我也有许多的理由，是吧，但是我一想哇，就是一年结一个，然后使它长存，怎么样也要试一下，完全在于我们的负担，不是我们行不行，只问我们要不要，想不想，只要我们愿意与主配合，真的我相信主赐给我们的要大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啊。另一方面，是吧，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害怕是消极的，我们要积极的主动的啊，不要埋藏，要把它挖出来，要来运用，要来赚取利润。 Amen。 弟兄说，我们宁愿今天被我们的配搭，被我们的同伴来责备，也不要等到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受主的责备。阿们，感谢主，我这样说，我这是鼓励大家，我也勉励自己，我们需要像保罗那样在神里面放胆讲说福音，是吧，然后在主里面竭力多做主工，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死的重量，我们不做重量，我们要做力量，我们不是要让人来拖着我们背着我们，我们乃是要去背负他们，去供应他们，去鼓励我们的同伴，我们彼此的牧养，彼此的激励，那我们之中就能够连本带利的向主交账。哈利路亚。
Amen。 所以最后我们就来看第七大点，就说到今天召会所有的难处和问题都出在这一千人的这个伊塔连德的人身上。Amen。 若是啊，在教会中所有伊塔连德的人都拿出来，都把它挖出来，都把它用出来，阿们。哦，去生养教建，借着传福音生，借着打开家来养，借着小牌聚会成全教导，借着在召会的大聚会里面伸言建造。弟兄就说，我告诉你，整个世界要被打倒了，哈利路亚。这样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那里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我们乃是与主进去赴婚宴，一同享受主人的喜乐。我们不是哀哭切齿，我们乃是喜乐欢腾，哈利路亚。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阿们。祝福他的话，祝福他在泰国要来这10年的行动，哈利路亚，阿们。